我觉得爸爸很情绪很不稳定，会让我不敢靠近他。我爸就曾经就是打我哥哥，然后把哥哥的后脑勺就是打破，然后缝针。你既然生我们养我们，然后这样子对待我们，那你为什么当初要生我们？我们这样子活着我们也不快乐，你这样子你也不快乐。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，我妈妈教我，然后我就会很想要画给大家看，然后他们就会称赞我。我妈妈离开我之后，我根本找不到我妈妈在哪里。我那时候就可能有点浑浑噩噩吧，没有那种现实感，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我都是 我希望啦，走一步算一步。他在照顾我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常用真心的那种，他就是默默的去帮我做一些事情。他最常就是会抱着我，然后慢慢拍我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帮我很多，就从原本有点叛逆的少女，然后变成长，因为我很在乎他对我的想法，我把他当很像一个家人的感觉。我有个非常远大的梦想，我希望我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上，然后家里的气氛是好的，然后照顾我的小孩，我一定要让他更好更好这样。生活辅导员更能贴近小孩子，建立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。不管今天这个小孩他是多么偏差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去理解他的行为。我在机构看到的一句话，在黑暗中的百姓会看到大光。他们需要有勇气去突破他们现在的循环，未来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。这群孩子虽然他们是进到机构里面来，我就是希望给他们爱的一个环境。生活辅导这个角色就是从生活当中去影响一个孩子，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也要教导他们。我自己的个人特质是去跟他们聊，倾听他们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问他你未来想要做什么。所以在机构里面就会是建立他们有自立生活的这些能力。我觉得生命影响生命，很重要的是就是要有时间去反思自己。我在这条路上播种，这群孩子可以有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回头感谢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面是很被激励，很被鼓励的。我觉得在过程就是他们也给予我很多，我的学习，我的成长，甚至于是他们可以激励到我，我会觉得很感动。虽然一般民众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但应该都能够观察这些孩子脸上不会写的我是逆境中的孩子，就我们可以多一点主动，可以去协助他们，然后去做通报关怀。